他性感、魅力、有才华。I'm gonna run the best restaurant in the world. 布莱德利·库珀打造最强米其林餐厅。I want people to sit at that table and be sick with longing.性感男人对我来说就是作息正常，然后爱运动，喜欢大自然，然后生活越简单越好。会做菜，这一定要。我都跟我玩笑的。很好，自己来挑战美食料理。然后，觉得还蛮感同身受，因为 Bradley Cooper 他在里面的角色其实跟我还蛮像的，因为有时候把自己逼得太紧，然后给自己压力很大，然后什么都要要求完美，就还蛮警惕自己。最重要的还是工作，跟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。10月30号，《天菜大厨》全台上映，记得去看哦。